九零后，微混，无娃，摆烂，地周末。好，各位，猜猜今天外面有没有太阳呢？我猜太阳不是很好。我经历过一个特别难熬的一周工作日之后，我要睡个懒觉。旁边邻居奶奶敲我的门，说她手机找不到了，让我给她打个电话找下手机。然后我就醒了，然后呢，我就睡不着了。那索性起来吃个早饭，看向往的生活。起床。我的花花又要开始凋碎了。这是我们单位去年三八节发的一个长寿花，我妈帮她移了个盆儿，它就长活了，还开花呢。昨天回来太累了，啥都没收拾。哎，这个是我一般放到沙发上，有的时候盖着点肚子啊、小腿什么的。今晚榨汁的是这个，泡在这儿没刷。去买了大樱桃来洗，还剩了这些。加点盐泡着它，再烤几个地瓜。这个钢丝球特别好用。塞下了，好想拥有即热饮水机哦！每次都要这样烧了以后放到暖壶里，考虑入一个即热饮水机了。这里面是凉水，我要兑一点温水泡个那个益生菌。昨天晚上买的烤叫的烤冷面没吃完，我今天打算把它煎个蛋，然后把它稍微热一下。加个蛋仔，哦，我差点毁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挑个喝咖啡的杯子，这个吧，好久没用这个了，洗一洗。这个咖啡真的不好喝，但是买了又不能不喝。我这次加点甜的那种燕麦奶，估计能好一点吧。买的是这个无麸质的燕麦奶。哎呀，哎，哇，我的冰箱为什么化冰了呀？哦，我以为我的冰箱化冰了，是那个花瓶漏水了，快紧急救一下！向往的生活，切切切切切切，向往的生活，切切切切切切，向往的生活，切切切切切切，向往的生活。浩然弟弟来了，正式吃饭之前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重新热过的
加了一个煎蛋的烤冷面，然后这边是加了一点点咖啡液的咖啡，这边是樱桃喝的水，还有向往的生活耶！ Yeah, 我要开始吃饭喽，朋友们，开心！我丢进洗衣机洗之前的白衣服都要先搓一搓，老觉得洗衣机洗白衣服洗不干净，所以一般都会先搓一下。其实我这些白衣服可能就穿了一次，但是我又不想把它放到衣柜里，就放在外面了。啊，这个老觉得这个袖子啊方面这些地方在洗衣机里洗不干净。而且我当时买了一个是波轮洗衣机，没买滚筒的，我有点后悔了，可以说是非常后悔。我希望把这个地方都包括领子啊哪里都先搓一搓，要用这个洗衣网。哎，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处啊，反正就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，进洗衣机的衣服必然会用上洗衣网。工装看，这是一个星期，因为我有时候有上班的时候穿嘛，然后一个星期留下的，全是粉底，其实，所以要使劲搓。好久没做银耳了，做个银耳吧，来个银耳粥。民主银耳，大枣拿几颗出来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一会儿洗四个大枣。哎呀，飞了。早上起得早，然后早午饭就要分开吃。今天中午打算吃个茄子，我一般习惯茄子去一半皮留一半皮，这个大茄子好大，我也不知道茄子应该怎么切，就随着性子来就好了，反正自己吃。我觉得茄子是一定要配辣青椒的，但是我因为不能吃辣嘛，所以一般会买这种柿子椒，甜椒，维生素也很多，然后那个味道也很好闻。这样的话我会用这个板子切，但其实五花肉炒茄子是最好吃的，因为茄子炒好吃的秘诀就是要油多。这是我妈给我炼了点猪油，猪油我控制不好量啊，应该弄多少啊？茄子巨吸油，一会儿油就吸没了。午饭迅速完成，我这次茄子加了点红烧酱油，就颜色有点怪怪的，看起来并不好吃的样子。然后这是上午烤的好红薯，然后这是一个加了奶的银耳粥，然后接着看 Plus 版的《向往的生活》。第二顿要好好吃饭，同志们。Hello， 各位，你看我现在脸真的好肿啊，肤色不均。应该是3:30左右吧，然后我打算简单的打个底，画个眉毛就出门，因为戴口罩戴帽子，头发没洗，打算戴个帽子，所以也不用画的特别精致。约了大朋友晚上吃火锅，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是咸合庄。我们昨天还在纠结是吃咸合庄小龙坎还是海底捞，后来还是选择了咸合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吃了他们家的好吃一点。但是他今天要上班嘛，所以我就打算自己先去商场逛一下，边逛边等他。我还有蛮多东西想要买的，突然想吃东宫道的点心。我看网上说名创优品出了草莓熊系列的联名一些什么香片啊什么的，我不知道我们这边的名创优品有没有上新，我打算去溜达一下看一下，然后边逛边等吧，好久没有一个人去逛街了。好了，我要先开始化妆了。好多朋友说你要不要录一个化妆视频，但是真的没有必要，同志们，我的化妆技术真的很菜很菜很菜。我重点就是遮黑眼圈，上气垫，画眉毛 OK 就可以了，就毫无技术可言。好了，
快速完成一个妆，虽然没有变化什么，但是感觉咦，精气神提来了。然后再加一会儿选个口红，我还没想好穿什么。我在想，晚上最近天气不是特别热，晚上应该不会很热，要穿的稍微有个外套。穿什么呢？穿什么决定我要带什么呢？我先看一眼吧，去选。正好化了妆，跟大家一起来试一下我的新裤子。我买了 M 号，腰有点大。其实它这个裤子，我觉得我穿 S 号也可以，但我懒得换了。这个颜色我还蛮喜欢的，这比较适合夏天穿，而且料子特别舒服，特别垂。唯一不好的是，我等了差不多有20多天吧？啊不，哪20多天？3月底买的，5月初来的，很晚，很久。想说搭一下，扎个外套出去，但是不行，搭外套不如这样单独穿好看。我觉得这样单独穿还蛮酷的。戴了个帽子装酷，觉得还蛮好看的，但是不能这样穿，我要换一个别的搭配思路。最终还是换上了这个粉色衬衫。我的包包，我已经来商场了，好久没有一个人逛街，真的有一点不自在呢。他比预计的时间晚了，然后我比预计的时间提前逛完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在外面等他。可是他一会儿还想去剪个头发，那我还要陪他去剪头发。可以下肉了呀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，重庆火锅讲的是原汤化原食。不知道还以为你重庆人。我的红糖糍粑到了，今天没有小油条，小油条卖光了。我想吃啥什么没有啊，真今天我想吃笋片，笋片没了。今天我想吃小油条，小油条也没了。时运不济，我的两份。哎，停了，好冲啊！我要下去看看帅哥。没有帅哥，最帅的帅哥在我旁边。真恶心，甜狗。怎么了呢？是这样的，这样的甜狗。我的帅哥在我旁边。不过我这么美的话，大家一定会觉得你很有钱。我去，算了，我不骂你。这是谁？谁弄的这个在上面？是不是快下班了？我们得快点吧。我买到了这个草莓熊联名的香片，19.9块，我看仔细看了一下，才3片。嗯，就是那种草莓香。噔噔噔！第二天早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昨天的购物。这个香片真的还蛮香的，就是那种草奶油草莓的味道。我放了一片在衣柜里，就是有一种淡淡的香味，真的还蛮好闻的，放在衣柜里。这样的话，你的衣服拿出来就是这种草莓香。这个无火香薰，这个是蜜桃乌龙的，这儿味道真的好好闻，我插了3根都觉得味道还不错耶。反正这个味道我是蛮喜欢，那种甜甜的桃子香。然后他们家还有酒店联名的，叫桃彻迷龙乌龙，还是反正就是酒店联名款的，也是一个桃子味的，一个清新桃子味的，那个我倒没闻过，但是我喜欢这个味道，蜜桃乌龙的，就还蛮不错的，放到卫生间里小小的，就是那种甜甜的桃子味，还不错哦。反正目前我弄上，昨天晚上弄上之后，一进来卫生间就有那种甜甜的桃子香，还不错。还有昨天在名创优品疯狂消费，这个是可以盖上盖的那种化妆刷收纳，这样的话化妆刷就不会有灰尘啊什么的。我打算把它装一下，
29.9元，看一下，哦，它就是这样的，哎呀，有点晃，哦，还不错耶，我试试，吼，这样的话刷子就一目了然了。其实我刷子也没有那么多，这样一放，然后这个地方还可以放这个，放这个叫什么化妆棉，哎呀，这样一看我的化妆刷好少好少，放在这里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防尘了，嗯，还不错哦。那我这个东西又淘汰了，但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地方放了，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放里面？哎，可以，这个是个小腮红刷，这个刷子我都没怎么用。这样的话，这些口红也都可以放里面，这不是？用了毛戈平遮瑕膏之后，这个遮瑕液就不怎么用了，还买了新的。其实可以不用买的，但我真的不怎么用。我这个木薯眼唇仪可以丢了，好久没充电了，我也没怎么用，充电的东西我也找不到了。这个是啥？这个是完美日记的睫毛膏吧？哦，这是那种细的，我好像都没怎么用了。这个遮瑕太久了，可以不要了。这样其实还蛮好看的耶，看这样能不能放下，主要是完了，怎么变放不下。放完了每天去来再一眼一眼，请换着我去买再一眼一眼，这个就又淘汰了，不知道应该放哪儿。天气好，把这些刷一刷吧。